他们的国家，这个举措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，那么这种规范他都不甩，也不理国际社会的秩序，这一点是很可以。那我们会寻求像日本其他有我们的国家来尽力的来协调。那后续部分会跟日本这边来接触，就是说把我们相关的备战的产品输出。我们已经在进行中，在进行中，怎么样来把台湾的好吃的各项的农渔食品能够尽快输出到日本去。会长，那怎么看那个？我来接一下贵宾。等一下，可以提交多一题。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及稳定繁荣，这一次由缅会和日本交流协会共同举办台日关系永续论坛，目的是为了回顾台日关系的发展，并就区域情势、经贸以及社会文化等议题进行讨论。展望未来，台日间在气候变迁、在供应链韧性及经济安全保障等诸多国际重要的议题上，需要共同携手合作，克服挑战。期盼各位透过台日关系永续论坛这么一个活动，深入进行对话交流。